无中生有。你没有听到我这个麦有电流声吗？我还听到有电流声。九。
定了，一根毛都没扎到。臣妾虽不敏，愿书己力以保国。差不多了，见好就收了。对啊，这个时候卢植有个拆，我把廖化的拆拆掉了。那如果说这个无懈在对方的话，这个闪电就炸不下去了。这会不会太好骗了？策上之害，太烂。
你这个就可以，其实可以搞一个激活点中会的。那，你连，等一下，马车里面是古尼刀吧？他这牌估计杀很多，杀很多，才有小家。啊，杀很多可以。来爆局，曹冲。没有轻中了，已经。选个鲁智太看不起我了。断杀了吗？喂，喂喂喂！哇，这个九局都没有，你们太弱了。之事，如狼噬谷。你卖李威，是该告老还乡开桥无懈可击，无异能善算谋划，何拆桥。过河拆桥，我给你们带好路啊，你们别去打别的。这仇我记下了，在勇武面前智谋毫无用处。几个内奸，那曹冲是菜了。曹冲啊，你这个牌怎么可能会断杀的？火攻自己不就有杀了？那能靠你打了啊。笑话，我的武力岂能被计谋掣肘，只有鲜血才能使我愉悦。那啊，你也不要太逼太紧好不好，这个局我们现在在啃难骨头啊。你要控怎么控？你要控曹冲去。杀就要杀得痛快。剩下还有个戏子财呢，这局你去打戏子财，待会我可不打戏子财了。压内压的压中压的这么凶。杀！博弈此生，终至无情。哎，对，其实内奸也可以打戏子。打戏子其实是帮反了，打曹冲可能还有点帮中了。伤敌于千里之外，无中生有，无懈可击。
送我铁达尼沉船的滋味，全部认为你改成沉船记，日后遇着你谁人可逗比，梦路就像你一定宁愿美，你送我铁达尼沉船的滋味，我记先让你得意几天。哎呦，这个局把钟会打死倒是不难，就这个局把钟会打死之后怎么办？灵童没有用马车里的啥，你为什么不先旋风？有个人头可以拿，你不要？他没有用，不是马车里面是一个酒一个骨钉一个沙，我知道的。他但是他没有用马车里那个沙呀，那你既然没有用马车里的沙，那你就先转马车。一个寒冰一个手牌，手牌我要做戏子了，你差点忘断啊，淹了你信不信？保护谁呢？这个局他都没有打过我张春华，乐不思蜀。西多之事如狼事故，不要支配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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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桃主公之忧要支配我了。脑残吗？过河拆桥，
量无人能敌。这局打得还不错。过河拆桥。镇守青阳，无懈可击。我攻。至于詹小炎是个中，还是说林统又是个忠臣？你顺手牵羊，你不打无懈可击。还望先生救我。火攻倒是拍了。江夏冲要之地，孩儿愿往守之。无中生有，这名字是顺手打无懈才对。火杀，吾乃江东小霸王孙伯符。这么打搞得不好松醒了都。我等一下，先让师傅，我要怀疑一下。那你说他是个忠臣吧，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前置位去火攻拍一下，或顺手顺一下吧。杀！咱连弩。吾岂能有败绩？必须胜。这住客怎么能确定张一彩身份？怎么感觉有点像仇杀似的？狼牙少年诸葛恪。金戈铁马力战勋，你这把连弩挂在身上绝逼危险。好像林统是个反。哦，林统居然是个反。我以为林统都是忠臣呢。英才卓越，功盖一国，比丧命更痛，诸葛恪莫属，比死亡更恐怖。这局如果先生是反，再加上我是反的话，先生就张一彩有点亏，身份暴露了。就这局变成反贼先手了，张新彩这个位置是属于前置位了。骑马单身，修为匹马，英雄锐气，尽驰骋，胆寒。一个人去地老天荒吧。啊，这个样子啊，怪不得走位变形。言出子口，入于无耳，可以言位。九，还望先生救我！言出子口，入于无耳，壮士当唱大哥。徐林哥，晚上好。宵小之徒能几何？还望先生救我！我来为你入殓。言出子口，入于无耳，可以言位。你们可以反贼再等一轮。杀！哈？徐天哥好啊。闪！这我也没看懂，为什么杀曹丕啊？你让他翻谁啊？赵云说真的啊，我都不是非常确定他杀曹丕的身份。
因为诸葛恪的身份也是我推出来的。杀！你看曹丕都认诸葛恪忠了，非丧命更恐怖，你看认准了，比死亡更恐怖。真牛逼，你这怎么能看得出来诸葛恪是个忠臣呢？诸葛恪起手被我标了个反，反贼视角。总是可以交牌了，这局主中太亏太冤了。第一身份暴露，第二中中乌龙，还望先生救我。这种鞭尸的乐趣在哪儿？鞭输过啊，鞭输过两次啊。今年我来斗鱼。